到底，赞！谢谢大家来看直播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祝大家2021快乐。嗯，谢谢 Andy 的告白气球，生日快乐！耶，晚安晚安。今天只有我们两个，对。赞哦！生日快乐！赞！今天是一个休闲的直播抽选，直播抽选直播是吗？直播这是对座位抽选直播，生日会座位抽选直播。哇！终于有一次是对了。太棒了，我刚刚一直找错，很棒，也没有错啊，只是两个直播嘛，直播直播，嗨，杰靠你抽了，哎，我是 TDP 抽手，哎，就是我抽的都是啊，我的粉丝在二十，真的，对，我就是超级没有抽奖运的，那我等一下就抽后面，你抽前面，不要。然后抽到全部都是林杰的粉丝，然后全部都是一二三抽那边。啊，不然我们，我们先抽什么？我们留一二嘛，然后我抽一个，前面你抽一个，就是一跟二，我们两个人各抽一个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棒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有二十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吗？那我们要从哪里抽？我们从中间。十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一十二，十一十二，十一十二，然后九十，好好，从十一十二开始。预言说爱你，哎，爱你啊！有人说壁炉姐姐晚安，邓肯说，我看到壁炉姐姐晚安，嗨，特别准备紫色的爱心，哦，这个你说这个吗？只是刚好而已吧，我随便选的啊，还有红色的板子哦，还有白色的纸，对啊，谢谢大家。谢佩轩，好，还没，我们还没，还没。其实现在是要闲聊啦，只是已经先把现在讨论，我们啊，对啊，要抽哪个部分？我们已经很快就决定好，太棒！今天是年，就是小年夜，小年夜，嗯。小年夜要干嘛？要睡觉。要吃火锅。哦。除夕要干嘛？要吃火锅。吃火锅。初一要干嘛？吃火锅。不是啊，就是一锅从一锅煮了，从小年夜煮了，一直滚到初五、初六。好幸福哦！一起吃。你是火锅成瘾者吗？火锅成瘾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哎，通常生日的火锅，就生日的话，去火锅店都会有优惠哦。对，是不是很赞的？就是可能啊，你是今天生日，或者是这个月生日，然后就送你料，就可以打折之类。然后对，超棒的。你知道，今年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是康士美的简讯，真的。没有，还没有二月，还没。祝您二月寿星，什么二月来电礼什么之类的，预祝你二月寿星生日快乐。对，这里提供你来电礼多少钱？记得来电钱哦。没错。我第一个祝我生日的应该是海寿司，海寿司也不错，对，是什么？就是跟我说，哎，有那个刮刮卡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叫我去抽，然后就啊，抽到了，抽到就很想去吃，谢谢咯，请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优惠，谢谢，对，优惠，火锅的，谢谢，火锅寿司，韩式料理什么都可以，
生日月就是要狂吃，量体重。而且过年，而且过年完就是 reset 啊！对对，我不能吃太多。那个衣服穿不下去，自己想办法。OK， 自己先做一套比较大的。刚好像有人送什么214情人节什么的，那谁？哇，好看不到，太久以前了。对，就谢谢喽，谢谢，谢谢。嗨，上个月啊，直播一打开啊，满满的红包，然后别人银行就开始狂按红包，抢红包。你们可以发红包啊，快过年对不对？发一下，发一下。过年就是要拿红包，对，还有吃零食，吃零食，讲这么心虚，想吃就大声说。那有什么是一定要吃的零食吗？过年台湾的话，红包哎，这里，谢谢。为什么拿红包？那个你们用的是关照哦。哦，你们用的是关照，还抢不到没关系。你要抢自己开账号来抢。哦，台湾过年要吃什么？糕点啊什么的。哦，发糕吧。哦，发糕，萝卜糕。对，萝卜糕。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买年货？对，而且我不喜欢吃萝卜糕。哦，真的？那芋头糕啊？不喜欢，我不喜欢芋头。我都喜欢耶，我都很喜欢萝卜糕、芋头糕。那些东西是有含义的，所以才会在过年吃。对啊，平常也可以，平常也可以吃，但是过年吃有它过年的意思。哦，那有什么昂骨贵啊？我知道。之类的是什么时候会吃？那个好像一般就会吃，没有特定时候会吃。你知道。甚至红红绿绿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可是绿色的是什么？超阿贵。哦。是吗？哦，我有吃过，里面有红豆。嗯。红豆吗？我也不喜欢红豆。不喜欢。不喜欢红豆。就是可以吃，也是可以不吃，可是尽量不会吃。对。可是那个皮很好吃 ，Q Q 的。就是那个皮，那个馅就可以。算了。不用，馅不用。其实那些过年的东西大部分都是，就是刚刚讲寓意嘛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台语来的，所以可能跟香港有点不一样。那香港是也是萝卜糕、芋头糕，然后还有什么年糕啊、年糕，到处都会吃煎年糕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我也很喜欢，很好吃。谢谢谁的什么？谁的礼物？不是自己的账号突然不会用，是不是？对，突然都来不及看，反正谢谢，好，谢谢，yes， 很棒，开心。你是吗？365天吃巧克力，很喜欢吃巧克力。哦，谢谢小叶的蛋糕，最喜欢的话应该就是巧克力的那一种。哦，我也喜欢，那黑森林可以吗？哦，超好吃的，你们也太快速就决定好了。会打架一下，因为今天只有我们两个，所以是他们俩就委屈一下。对，谢谢。他好像也没有特别不吃什么吧？不知道。对啊，印象中没有特别不吃什么。我们也是啊，红豆，不会有红豆蛋糕吧？应该。你想要我也可以放。不用，可以不用。客制化蛋糕什么都可以有。红豆我们都不吃，可是你会可是我吃红豆哎，我吃红豆，我只是觉得超爱贵啊，里面的那个对哦，我不喜欢。红豆冰好喝，你要喝过吗？好喝，红豆冰，红豆冰，红豆冰，超好喝的，红豆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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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啊？红豆冰，就是里面有红豆，然后再加什么椰奶，然后再。是一种饮料，对，红豆冰，像那种什么冰淇淋红茶那种的感觉，对。那是大红豆还是小红豆？大红豆。那是有分大跟小。有啊，长这样子的长方形，长椭圆形的跟小的椭圆形的，比较红的。红豆沙，红豆汤里面的那种红豆。哦，那就是小红豆。哦，小红豆。哦，只有香港有。
哦，是哦，原来，因为我红豆冰会想到的是那种串冰什么的。哦，串冰。红豆坨，然后白冰、青冰，然后淋黑糖浆跟淋。炼乳。喜欢炼乳。十圈。我可以直接倒进口里。喜欢绿豆，绿豆冰也不错。嗯，绿豆沙，绿豆沙牛奶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今天看肚子饿的人，等一下还可以还有时间出去买。今天不是除夕，除夕大概都只营业到六点。哦，对，就是明天对，明天大概店家都营业到六点，就会找不到食物了。要记得先囤货。哎，这什么歌？很熟悉的歌。哦，好听，哎，很棒哎，你的歌单，甜的都好，没错。巧克力，我想吃。那你们要水果吗？水果巧克力吗？水果蛋糕，然后撒巧克力。不，哎，感觉一般黑森林蛋糕上面的樱桃啊，那些罐头水果你不吃啊？我不喜欢那种樱桃，你不喜欢吗？你看我干嘛？我不是，我不应该讲我不喜欢。我什么都吃。蛋糕也不是我准备的。我好像那一月的蛋糕，好像蛮好吃的。真的，奶油蛋糕，奶油一月蛋糕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不会太甜。是什么口味？也算是有点黑森林的感觉吧，印象中。我觉得康拜的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提拉米苏也很好吃。哦，是那个成品的那边。哎呦，大概是有，很好吃哎！这有空就会买一点，然后再带回家吃。对对对，很赞！我在暗示什么？我什么都吃啊。变皮皮。罐头里面的樱桃，就是那个。红红粉粉的那个，有点就是腌制的，不喜欢。新鲜的是可以，对对对。罐头糖是樱桃，但台湾蛋糕好像很多都会，几乎都会摆那个，就标配的感觉。芋头是拿来煮火锅还是拿来做甜点？都不要，我都可以，甜点比较好接受。你知道那个蛋糕里面很多都有芋泥吗？芋泥我觉得我还可以，就是如果不要太多，我还是会挖掉一点。但是如果真的想要就是要吃的话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甜点喜欢，那你喜欢甜点还是比较喜欢咸的？如果你一定要吃芋头，你要把它煮成甜才行。我会把它放在火锅里，然后把它煮烂。煮到消失，对，消失，就是融化在那个汤面。对对对，但你又不喝那个汤，你只是不想看到。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芋圆是什么？芋圆是粉丝，对，芋圆是粉丝。哦，看到有人打芋头的芋，然后芋圆，哦，粉丝，好喝。但其实它融化在汤里也没有什么味道吧？要看你的汤底吧。如果你是清汤的话，它就有芋头味；但如果你是麻辣锅那种，一定就有味道。可是里面都一堆一堆肉，对啊，对，想就用其他味道去盖掉它，煮掉就没事。芋头好没地位。可是诗雅也是不吃芋头，哦，真的、啊，蛮多人不吃芋头。芋头淀粉啊，那芋头跟地瓜，地瓜吃，地瓜很赞，地瓜可以。火锅的话，我觉得什么牛奶锅那种，哦，牛奶锅超棒，对，然后它那个火开始，就是那个汤开始热的时候，就会先装来喝，对对对，先装，超赞。对，很赞耶！很多人都说芋头不行，牛奶不行吗？牛奶锅不行。我是清汤派的。啊。我比较喜欢清汤或麻辣锅那种药膳汤。鸭血。鸭血好吃。鸭血赞。我家那边有一间很有名的，很
白，明天想去排队。突然饿了，明天想去排队。排队，昆布汤头，嗯，牛奶锅超赞的啊。晚安，晚安，嗨，大家期待抽这个位置吗？其实我是第一次抽，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抽，所以反正就是抽了再贴上去就好了吧。就是你们知道自己的那个编号，大家都应该有收到吧？从你们的电子邮件里面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赶快去看，不然我们开始你还不知道自己是几号。没有啦，最后也是会寄给他们啦，就是最终的报告号，以最终报告号为主。哦，好，好的好的。反正他们真的来现场，真的不知道，我们也是查不到资料了啊。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号码，会比较领票会比较快。嗯，就是生日会费比较顺利。嗯，好。大家有想要玩什么游戏吗？还大家想看我们玩，还是你们想玩，还是我们大家一起玩，还是我们看你们玩？我们看你们玩是蛮开心的，就是哇，就是你设计让粉丝玩游戏的嘛？对，好像是，就是那个咬吸管传橡皮筋吗？对对对，是一个，是哦，对。他那个时候抽了三组粉丝，那我们也来，也是可以啊，看粉丝玩，卡比一次吗？这个游戏再卡比一次这样，再比，可以可以吧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男，我们是好像男生跟男生、嗯、女生跟女生、哦、对，这样做比较不会，嗯，不会尴尬。他们说不要玩粉丝、嗯、啊，不要，我们没有要玩粉丝啊，没有，这是游戏。对啊，但是参与一下嘛。对啊，啊，哎，有口罩。对哦，对啊，今年有口罩，去年没有啊。对哦，想一个星期啊，我们自制那种中间一个洞。那个就不行啊，那你就变成是，那你要没有用的口罩，那就把吸管粘在口罩上，请他们隔着口罩。对耶，哎、啊，可以粘的，对，为什么要剪洞？我好笨哦，可以粘的，没有笨哦，就是平常没在做道具，真的。反正你们每次游戏都是想好之后再想道具怎么剪。嗯。本来有想几个游戏，可是还没有下定论。嗯，反正你不要跟我讲现场打麻将，做不到。开三桌，我们一人一桌，然后轮流上来跟你们玩那个麻将对决吗？没有啊，就他一桌我一桌，然后鱼苗一桌，各抽三个。对对对对。欸，这个我在那个夜市看到麻将对决，就是两个人打麻将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但是我看不懂他到底怎么玩。那他可以就是两个人看谁先胡这样。嗯，反正说麻将还不错哎。嗯，看我干什么？你们要开始抽吗？麻将不行吗，姐姐？不，感觉很有兴趣。现场那个。我要思考一下，还要怎么样变成一个游戏？但是其实我不会打麻将，其实我也，因为我要跟别人讲，派出陈诗雅，陈诗雅会算台数就可以，因为我也不会，我不会算台数。哦，结果抽上去的不会玩，对啊，粉丝不会玩，那就输喽，那就变成。好刁难他们。但是麻将倒是可以想一两个游戏啦，嗯，就是大家可以玩的游戏。我大概还是可以，大家我有闪过几个，嗯，对，我大概知道可以怎么玩。嗯，你的生日水，生日之水，我是黑色盖子的。你们说是第一个选透明瓶的吗？这好像有一局也选透明瓶。但是很久以前，感觉这个底也可以变黑色，嗯，你要黑色的水是不是？不是黑色的水，不是这个黑色的颜色，这个或是白色，这就是宣传图啊。你要黑色，
我有一瓶黑色矿泉水啊，你要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现在拿给你喝。不用，谢谢。对，我们这次是比较藕粉的，嗯，就是看到成品的时候意外的好看。嗯，我本来想说黑色应该很无聊，才不会，还不错、啊，还不是因为上面有三个证明。哦，好，证明，嗯，酷酷的黑色。不要黄色，有人用过吗？好像有。雅安他们用黄色，哦、然后还有第二年雅安用绿色，嗯，他都用很特别的颜色，他都选特殊色，大部分人都选粉红色跟透明瓶，嗯，然后另外一组比较特别的是祖祖他们选蓝瓶子，哦，蓝瓶子不错，对，只有这三组吧是特殊色，嗯，哦、幸好我们都蛮正常的。正常的瓶子黄色酱油还好吧，黄色就有点奇怪的感觉，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吗，嗯，有点像，但里面的水就是白的吗，嗯，沙拉油，这是瓶身的颜色而已吗，有多少人来看直播啊，一般观众直播都比较少，哎，蛮多的、啊，111，很多。我平常的话60几个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关的标签？它是不是有标签呢、啊？哪个叫春联？那个不是，那个关掉，关掉了。刚刚突然看到，嗯，那什么东西？香港手机呢？像我们配黑色。你们要穿应援 T。如果啊，应援 T 不是应援 T， 生日 T 啊，对，圣诞 T 耶！yeah! 如果收到的话，请穿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。其实我有想要不要生日会穿自己的生日 T，、嗯、因为平常不会穿，平常不太会，对，有点害羞。对，还是你想要？可是他们想要看你穿的公很像公主，还是想要看你穿生日 T 啊？他们没有说、欸。可是生日 T 就情侣装。啊，你哈哈哈哈哈！看到了，还蛮不错的、啊，这是跟大家同款，很棒哎、欸。那你呢？你有想吗？要穿什么衣服？还没开始想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，就是拿红包的钱去买衣服。什么啦？大人都穿显灵奇生日 T 去打牌消息，那是你吧？是你而已，很害羞哎、欸。衣服上面有人的样子哎、欸，还是你设计的吗？对啊，我自己做了，我有点自己做的，我自己做完有点好吗？这样子，没收到都穿去年的，去年是白色嘛，今年是黑色，对。两个设计你比较喜欢哪个？今年、嗯、但是年会穿出去的是去年可是今年会啊，我蛮喜欢你的生日 T 的，你的很、嗯、就是很简单简约的意象图那种感觉，对，但我有点就是在想应该要做黑色哦笔，感觉会更好看，更帅一点。嗯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我知道。明年请早。好的。做完一件就可以开始想明年的设计了。我已经想好明年的，就是一样的颜色、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做成黑色。耶！是可能别的颜色，对对，粉红色，对对对，然后图一样都不换了，对对，要不要这么懒？反正后面背面都换嘛，20、21、22，对对对对，这一个系列这样子，对嘛，好棒哦，这可以耶，你真的觉得可以吗？我真的觉得可以啊。没想到有人认同我耶，那如果是、欸、大家就可能每年都有买、然后就是拍照的话拍起来真的很好 看，对，超棒的，赞，这不是懒好不好，这是简单就是好看，对吗，简约，
你们要继续聊还是要丢签了？可以丢签了。来，检查。抽了。每一张都要验掉的吗？好，请，请验。一到五。一到五。嗯，然后就折一折边去。六到十。十一、十五。十六到二十。二一到二五，二六到三十。哎，你是折两折还是折一折？两折。我折一折。天哪，是不是要拿起？烦死了，有点没有了，有点笨。好 ，OK， 一二，好，这样。再来。棒。三六到四十。四一四五，四六到五十，好无奈。没关系吗？有关系吧。当然要公正啊，不然摸到说哦，这是几号到几号是谁？其实好像有一次不知道。嗯，对对，只知道是谁折的。对对对，也是，就是五六到六十，六一到六五。六六到七十，七一到七五，七六到八十，被我推出去。八一到八五，笑死。这是八六到九零，九一到九五，水水水水姐姐姐姐我很爱你，水水水水水，这个九六到一百，好，赞哦 ，OK， 都丢进去了，一到一百，洗牌。要捞没？要捞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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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。我们是从十一，十一吗？嗯，十一十二。你先，我先。好，那我先抽喽。十一。第十一抽是几号呢？再来有，这是十六到二十，这是第十一抽的，那我贴上去。好，看我。第几啊？十二，第十二抽。昨天开始有抽到。二六到三十，二六到三十，好，好。你们两个应该没有筒子太深的问题吧？刚好，刚好，好。好。然后是第十吗？还是好？那我十你九，好好。十，第十抽，第十抽是二一到二五，都是，都是什么？对哦，这么有缘分哦，这个棒，看我第九抽，如果觉得太近就拿一下。五一到五五，中一个圆的，有第九抽，好，然后十三十四，十三十四，那我要十三，好，第十三，好，哎，我拿两个，是
谁呢？第十三是小迪卡哇伊。我也觉得。九六到一百，十三十三，恭喜九十六到一百是第十三抽，恭喜耶！ Yeah. 然后十四第十四抽，这么小的抽到企鹅，第十四抽六到十，六到十。哦，然后先让大家看看好手机，看到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接下来是第几？第七跟八吗？好，那我要第八。好，第八抽。八，选第七臭手，第八抽是五十六到六十，耶，是谁呢？好想知道哦，耶，谁被抽到？方伟十三抽，臭手的。中了，人中了，不错啊，还蛮前的。对啊，这第九、第八很前面嘞，算前面吧。还不错啊，算吧。想想第二十抽的。可是第二十抽拍照可以站起来。哦。好，那我要抽第七抽。好。三十一到三十五。恭喜！那我们要往后了，对，要往后了。好紧张，十五十六，十五十六，好，那我第十五抽。那有人问，嗯，那个第几抽代表的是座位的第几排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现场才会知道。对，现场才会知道哦。主要也是因为这一次是新的场地，我们其实也没有真的在那边确认过说一排是几个人，因为还要再看游戏有没有可能需要用到走道什么的。哦，那现在的第十五抽是三十六到四十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不是第二十抽，耶！然后是第十六抽，从前面的抽往后排，抽前面坐越前也是可以这样子想。对，前面的抽数就会离成越近嘛。第十六抽八一到八五，第十五抽第十六，十六。耶。有吗？你有被抽到吗？你们？还好那块板子，我是瞧那位置，打到他头，打到你。那块板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怎么看小兔没有那么锐利？不是眼睛就没问题，是的。有吗？好，第十五抽，十五抽也不错啦。不是二十都已经很好，不一定啊，到时候现场说不定会抽到福利啊。嗯，对。其实也是有最后一坐在很后面，然后结果游戏抽到福利很好的。嗯，对啊。那如果要选一个的话，我会选游戏福利比较好的那个。嗯，因为可以近距离。就是对到眼之类的，对到眼，福利，对福利，可是福利是什么？不告诉你。那我们现在是五六，都有点不一样。对，五六，第六抽，第六抽，第六
十五，恭喜你们是第六抽。第六抽，爸，耶！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说不定坐前面也抽到福利，也是有可能啦。嗯，对，对吧？看个人，每个人的运气跟对每个人的运气，嗯。好，第五抽，第五抽，越来越浅了，46-50，第五抽，哎，哎，我天，好歪哦，这次，好，46-50，没事，我看过这歪的。恭喜第五抽的大家！好，能抢到生日票就已经很大运气了。真的耶，好像听说一出就，嗯，蛮快就被买完了。嗯，啊，没有结账的会再放出来。嗯，那看来从那个买票开始就已经战争了。对，这是战争。运气战争，好哦。我们现在是17-18吗？没买到票啊！哦，有人说没买到票，酷酷，要是库存还100哦，那还蛮快的，嗯。那我们从17-18，好，好，有点后面，嗯，17-18，第十七抽，好，第十七抽是91-95，第十七，好，哎，八一就爆了，91-95，好，谁被抽到？第十七。嗯，对，是新的场地，所以位置其实还很迷，没错没错。小二，对不起，是我喝错，重手，你看，哦，抽到自己粉丝，对不起。你一开始就预告了。还是的，好，第十八抽，十八抽，第十八，第十八，86-90，嗯，86-90，86-90，目前的号码。哭哭，嗨，晚上好。对啊，说不定到时候都抽到你去玩游戏。就被我抽到吗？对。恭喜！这场地应该后面会看得蛮清楚的吧？啊，真的哦。菲菲姐有去看过吗？我有去看过一次。嗯，那应该不会有那个挡到的问题，可能一定会处理掉。好，赞！恭喜十八抽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同病相怜，同病相怜。看碧如姐看得清楚吗？你在追会牌啊，所以他不看成员，要看我的意思吗？碧如姐见面会，耶、yeah ！好，现在是第三、第四，第三、第四，紧张。第三，第四抽，第
屁事。我可以要三呢、啊，我可以三，好累啊、哦。我喜欢三，好好好。这个号码，哎，里面剩下很小，超少的。好，第三抽是71-75，谁是第三抽？还蛮浅的，还不错，我觉得。耶、yeah!。71-75，第三抽，好，还没有看，好，第四抽，第四抽，看第四抽，61-65。61-65，有吗？有吗？好像蛮开心的，抽到那么浅的号码。嗯，中了是不是？我抽到你的粉丝了，阿哲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因为我是抽不到我的。对，阿哲。耶、yeah ，好可怕。这还蛮可怕的，因为这是19-20了、啊，好可怕！我想抽，有点可怕，好可怕！第四抽很棒啊，第四抽。对啊，第四抽超级前的。我们要怎么抽？对，要怎么抽啊？怎么抽？第19-20。怎么办？有点不想面对，不想面对这个事情。猜拳吗？天堂跟地狱的抽，那一个抽一跟19，一个抽二跟20。好啊，要抽不吗？好，赢就抽一跟19。好，好，好，一战一。这是什么？一拳定胜负。哦，好好，OK OK， 不会讲话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一跟19，我一跟19，你一跟19，那我先。林杰真的没有猜拳。哦，对，我真的。我跟猜拳真的是就不说了。第12名是吧？那我先1-19，先我刚刚是抽三，对，那你要先抽一还是先抽19？19还是我先？你决定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游戏就是林杰猜拳就好了，当然。什么？这样大家都烂游戏。对。你先抽。我先抽，那我选择。我先抽第。我先抽第20抽，好，20，好，我帮你拿。好可怕的。第二十，这时候抽到对方的粉丝，还不要抽自己粉丝。哎、啊欸，我们还有抽出去的粉丝。不行，太可怜。没有，一切都是命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控制。第20抽76-80。看一下大家的反应，恭喜，恭喜，这恭喜吗？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如果是喜欢拍照的人在20抽，应该蛮开心的。好，不错，对啊，对，可以站起来，就是拍照的时候，拍照，只有拍照的时候，恭喜20。换你吗？好好，决定你要抽19，好19，先19好了，先地狱，等一下给你们天堂。哎，19哈，41-45是第19抽，恭喜！谁那么好运呢？哇哦！恭喜恭喜！耶！
错啦，十九，很棒。谁十九？拍照可以站起来的十九二十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所以是有抽到嘛，请你走。好，我吗？好啊，第二抽，第二抽，哦、oh, ，好，第二抽，第二抽。六十六到七，对吧？六十六到七十，哇！第二，恭喜！哦，那最后一抽难道是一号的吗？这么啊？第一抽一到五，我们应该要一起抽，一起公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差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有戏剧效果，两个人真的，我真的很没，我是平淡的。这恭喜一到五号是第一抽哎，啊，这个很厉害，我觉得没事没事。哇，国术，谁呀？国术，国术啊，国术，国术，他说他一第一抽哎，啊，是吗？还有谁？真的，真的，啊，国术是一号哦。五一不错，贤仔不错，有没有？就要不要跟国书换位置？就跟国书换位置好不好？还是对，还是 Andy 的，因为 Andy 他好像有买票，可是他在香港就不能来，就可能就是他沾到 Andy 的运气。贤仔要不要跟国书换？就赶快去换一下啦！哎，对不起，你现在听上去，你听上去，还是我把它撕下来？撕下来，撕下来，撕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五一，好啦，不错啊，有五一，对，有五一都不错，有五一都很棒，我很开心。然后如果那天我看到国书没有剃胡子的话，那。我不会理你。恭喜大家，这是今天就是对抽到我们的这个，很棒很棒很棒。总之谢谢林姐，谢谢林姐，谢谢小弟。怎么样？我抽玉人，我抽很后面吗？我还记得玉人讲话是那种明显的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他超喜欢你的，我是说玉人超喜欢你，不是你喜欢他，他超级喜欢你的。啊，不会，阿凯吗？赞哦！所以一号是国术，你们还有谁？国术。二号是小铺还是谁？五一什么的？耶，贤仔，恭喜大家，恭喜！前三抽都不错啊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前十抽都不错啦。前十，我觉得前十都不错啊。小二十七。没事没事，没有，哇，我等下就把它剪成圆角，我等下就把板子剪成圆角。新年快乐，大家！新年快乐！不管在哪里都不错，有票都不错，对，不要睡过头。买票真的是很难哎。新年快乐，前十都不错，对，真的。对啊，最后可以集奖。对啊。好喜欢看。
看大家的留言，然后看一看就会忘记讲话，讲话。嗯，对。哎，那你如果你自己生日那天，你会买自己买蛋糕吗？会会会，就是就算可能就大家去拜年，然后不会跟我庆祝什么的，可是我自己会买，我会自己买。哦、对，真的觉得吃蛋糕是一个每年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嗯，有人跟我一样的嘛，都一定要吃蛋糕。我真的有一些人是不会，有一些人是不会。我也觉得，我应该是说，我看我生日那天我在哪里。哦、oh. ，对。那如果是就是很多亲戚一起的话，然后大家一起过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算了。如果跟朋友的话，都会想要切蛋糕。对。就是感觉大家就是在忙过年的事情，还是不要打扰大家。哎、欸，你这也太那个太贴心了，是吗？而且我会觉得很尴尬什么的。哦、嗯，就是一堆很久不见的亲戚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你要直接贴的那个今年今天林姐生日红包记得大包。哎、欸，好理由哎、欸。我二十可以大包一点啊？对啊，二十哎。超尬，真的。对啊。我生日是13、14，哎，所以旭宇是12哦。我们三个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三个很酷吧？为什么串在一起、啊？12、13、14，对，很巧，超棒。没关系，七月有一串。七月也是。Oh, 对，11、12、13、14吧。对。嗯。这是那个健身房里面的音乐。好 ，1、2，动起来。对对对，啊，死超累的。坐太久了。年限。谢谢红包哦，谢谢，刚刚没看到红包，对不起，很赞呢。恭维啊！大家可以这次在生日会的时候拿到这个水，然后再放在我们的那个你们的那个 TP 供奉处。你是说自己的神坛之类的？对，放在你们的神坛，然后可以拍照什么的。还不错啊，哎、欸，我蛮想看大家是粉丝的神坛之类的，感觉很有趣啊。对，水其实蛮占空间的，可、oh, 是他们又不愿意喝，对不对？要把那个撕下来，然后贴在纸上，然后收藏。啊、oh, oh, ，也是可以耶。那会不会撕不掉，然后就撕坏？撕坏掉，所以一个人有两瓶啊。哦、oh, ，有两次机会。没买到票可以买到水吗？没有多的水。没有多的水，这是来场限定。那以后可以卖水吗？那个很重哎、欸，那个很难进哎、欸。对、欸，那个上次卖的水没有卖完哎、欸。哦。万圣节给的糖果，前年的吗？19年的。前年的吗？对啊，那个快闪活动，你们穿好像穿 T 恤，对，穿对对对，穿 T 恤发糖。我好像看到有人去年前年的情人节的巧克力浪 life 的，真的那个自己包的那个，好像是。那个浪 life 那个粽子，应该不会有人留到现在吧？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。但是我的确在我的柜子角落找到 AKB 的糖。嗯，大扫除的时候有发现。嗯，可以卖空瓶，卖空瓶，就是你喝完之后，把瓶子卖给你。我喝完之后卖给你的话，应该不是很贵。我不卖啊！我也不卖，我也不会卖，不给你。好认真的，不要吃过期。太认真了，对，当然不会吃啊。这个水如果你们放到这个，
2022年的1月25号也不要喝，知道吗？我那边有第一次汤，第一次那个水到现在还在，真的、哦、就留着。哇，这是放着？对啊，留档。哦，五十升，很占空间。马上移出去，不给吃。五十太少了。对，我也觉得50不行。50K 可以。啊、哦，50K 可以。50的话，你们应该只会收到国术喝完的瓶子。那50KG， 50KG 好像没有我的事啦，没有我们的事。嗯。50K 222什么什么东西？打什么阿华？50KG 的水。哦，一人说，一人说那个脏东西我给50K 请小弟收。什么脏东西？这个果是喝完的。我真的好派，我每天都很派。只要你来看我直播，也都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。什么？粉丝，笑死！100KG 的水，拿不动吧？太重了。100公斤的棉花跟100公斤的水，哪个比较重？像牛蒡的刺。好可怜，这样怎么念呢、啊？他的名字阿尔法，阿尔法，嗯，睡哦，回，我会不会回答水？不会，好不好？我会说一样重，好不好？一样重，对，一样，可是棉花拿不起来，两个都拿不起来吧？什么啊？两个如果都100公斤的话，你都拿不起来吧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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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过年要吃什么年菜、啊？你们突然，因为我想吃，好想吃东西啊！我好饿啊！谢谢红包。你有听到我肚子叫吗？我听不到。嗯、音乐太大声。一开始的时候有。啊！真的超饿。还蛮可爱的。爱鬼，这时间该饿了，真的。嗯，我刚刚也有吃，大概6点的时候。嗯，乌鱼子是什么时候吃的？就是有季节，过年或者是喜庆的时候吧。哦，像比如说去婚宴的时候会吃到。哦，你喜欢吃乌鱼子吗？我觉得还蛮有，就是。有味道，可是不知道要它特别的味道，对，也没有说到很喜欢，但是就是萝卜跟蒜呢、啊，萝卜蒜还不错，萝卜片、蒜片或者苹果片一起吃，啊，苹果片哦，苹果片、水梨片之类的，含水分的一起吃，因为它比较干，啊、哦，都会粘牙，嗯，那就要看哪一家，哦、有些粘，有些不粘。那可以一整个直接拿起来，不行，那个味道太重，你说整个直接一大片。那个味道太重了，好好笑哦！而且是很咸吧？是吗？蛮咸的，它是用盐巴去腌的。哦、对，所以就是腌制品就比较吃一次吃太多。啊、嗯，对。要不然过完年我就看到一颗球。咸太咸啊、哦！喜胜。啊，我上次有看到那个乌鱼子在牛轧糖里面的，啊、嗯，上次有看到一个礼盒，里面有乌鱼子牛轧糖、哦，但我那会一整个很黏吧？因为我太害怕了，我就不敢买。哦，又乌鱼子又牛轧糖的，对，就咸甜的东西放在一起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了，这是 Pitbull 的歌吧？不、嗯。
赞哎！那会配饭吗？乌鱼子，乌鱼子一般在喜庆好像都是冷盘吧，哦，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饭。原来，虽然说我在喜宴好像也没有吃过有饭的哦。喜宴好像不是菜，一直吃菜。哦，肚子又叫，饿了。没听到。猪肝跟鹅肝，你吃吗？你会吃这种吗？不吃。你会吃这个吗？不会吧。嗯，我也不会。可是鹅肝好吃，就是很油腻，可是很好吃。真的是看煮法跟部位，因为猪肝有一块是硬的，有一大片，有一半以上都是怎么煮都硬，有一小块可以怎么煮都软。哦，对，猪肝好吃。那你今天有吃东西吗？还没，下午一两点吧。那隔太久了吧？好饿。我也是，我今天十二点直播，然后有吃东西，可是到五六点就受不了了。嗯，哇，我最近 IG 都是吃的，对。牛霸龙，哎，你听得懂我讲牛霸龙吗？牛霸龙，牛霸，哎，听得懂哎，那吉姆啊，姜母鸭，哇。不然我的台语是学得很棒的。我上次讲台语，然后他们说我讲的不对。什么时候？我讲顺便吧。对啊，怎么讲？顺便你怎么讲？我不会讲啊，我台语不好。那就不用了，那就我就不讲。那你怎么讲嘛？我们家讲新刷。新刷。对啊。可是有些地方是讲，大部分地方好像讲顺刷。嗯，顺刷。樱桃猫，顺刷，先刷，先刷。羊肉炉，好想吃肉。姜母鸭好喝。你还可以去便利商店，便利商店有那一小碗，那微波的，对，可是量很少，哦、好比较想是羊肉炉味道没有错，但是我会想要吃一大锅，嗯，也是比较满足，嗯，晚安晚安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下班。麻油鸡不错，好吃。哇，明天都可以吃了，大家。不会，今天也可以吃。啊，也是，也是。阿嘉辛苦了，耶、yeah ！恭喜今天被抽到前面的人，恭喜！恭喜第一排到第二十排的所有人，耶！大家都有好位置，没有那么多排，没有那么多排好吗？是第一抽跟第二十，到第二十抽，很棒！恭喜大家都有抽中，哇吼！我早废话了，恭喜没有被漏掉的人，对，哇，很棒！被漏掉我就要被杀掉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来看直播，谢谢，晚安，辛苦了。要不要念个排名？啊，念吗？要吗？看你们，没有规定。那我们念第五，好，到第一吗？好，因为第一抽是五到一，五到一，耶！好，赞哦。六枚。哦，我的肚子，快点这个好了。六，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吉米粥，谢谢，谢谢吉米。第四名，小叶，谢谢小叶，谢谢。第三名是玉安，谢谢玉安。
第二名牛排，牛排，谢谢，好的食物，好饿啊，牛排。第一名 Andy Junior， 谢谢 Andy， 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耶、yeah ！好了，那大家过年要开心，明天开心过年，多吃点，然后要睡饱，睡饱再吃。对，没有啊，初一初二都很早起、啊。嗯，没关系。台语里面吹一炸，吹二炸，吹三困到八，吹三困到八，困困嘎巴，困嘎巴，困嘎巴。新年快乐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企鹅，新年快乐，我们牛年见，牛年见，明天就牛年了啊，对，拜拜。